喜歡然後是一個關於年輕人怎樣去追尋他們自己喜歡的東西，追尋他們的理想。不過在追尋的過程裡面，也都會面對到很多不同的困難和挑戰。在今次這個演出裡面，一班香港合唱新力量的演員，我在排戲的過程裡面真的完全感受到在他們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那種朝氣、活力，以及他們對於藝術那種的熱情。我相信透過他們的演繹，一定能夠感動到每一位進來欣賞的觀眾。記住你看吧。